場買消費券終於到手啦！究竟食咗佢好啊，定係買個手袋俾自己呢？如果諗極都冇頭水，不如入啲海味藥材擺耐啲，幾時食都得啊！冬蟲夏草一向都好矜貴，而家買西藏野生冬蟲夏草激減一半。买二两仲送北海道原贝添，再唔系可以考虑买八成堂纯正野生冬虫夏草粉或者冬虫夏草丸，买一盒九折，买两盒仲八折添。买好嘢又点笑得燕窝鲍鱼啊？印尼燕窝买二送一，三头红烧鲍鱼就买一送一，四头就更加系199元五罐，再送多一罐添啊！坚系抵啊！提提你，买咗嘢记得加钱换纯正川贝粉，买满100元可加299元换一樽，讲明限换两樽噶咋。做人又唔可以咁独食嘅，呢度都有啲礼盒方便送礼，就好似陈年普洱花茶礼盒、润肺滋补礼盒，买满指定金额就可以换，用嚟送礼真系一流啊！其实呢度仲有好多消费券期间限定嘅优惠，好似汤包、汤料、陈皮，全部都有特价，可以嚟慢慢揀。八成堂接受 WeChat Pay Hong Kong、八达通、Alipay Hong Kong， 大家可以放心用消费券嚟扫货啦。